Blessed alone my soul, and bless his holy name. Blessed alone my soul, who rescues me from death. Thượng Sư Hoài Bình A Đế Nhân Biên Vũ, Thượng Sư Chí Sinh Ma Cập Kinh A Đế Nhân, Thượng Sư Sĩ Bế Châu Đế Nhân, Hồ Đà Chí Thượng Sư Khai Khai Hạt Chí Đinh Ngàn Trinh, Thượng Sư Sĩ Khai Lào Đích Nhân Trích Sàng, Thượng Sư Ngài Mù, Thượng Sư Ngài Mù Trinh Yì Chư Bồ Lợi Hạ, Thượng Sư Chí Chí Cú Yì Quả Phụ, Thượng Sư Sĩ Ngọ Yàn Mãi Sa Tô. Thượng Sư Vĩnh Vĩnh Nguyên Nguyên Hoài Vọng, Hỷ Vọng Hỷ Vọng, Nị Đức Thiên Chủ, Nị Đức Thiên Chủ, Mạn Sâu Mô Ca. Thank you.
攻读圣保禄中徒致厄弗所人书。弟兄姊妹，我这为主而被囚的人恳求你们，行动务要与你们所受的重召相称，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在爱德中彼此担待，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希望一样，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但我们各人所领受的恩宠，却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就是他赐予一些人作宗徒，一些人作先知，有的作福传者，有的作司牧和教师，为成全圣徒，使之各尽其职，为建树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成为成年人，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上主的话。感谢愿主与你们同在。攻读圣马尔谷福音。那时候，在伯得的儿子雅各伯和约望走到耶稣面前，对耶稣说：师父，我们请你允许我们的要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是我们在你的光明中，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饮我饮的着吗？或者你们能受我受的洗吗？他们对耶稣说：我们能。耶稣就对他们说：我饮的着你们必要饮，我受的洗你们必要受，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给谁预备了就给谁。那十个听了，就开始恼怒雅各伯和约望。耶稣叫门徒过来，
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為首領的主宰他們，有大臣管轄他們，但你們中間卻不可這樣。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當作你們的僕役；誰若願意在你們中間為首的，就當作眾人的奴仆。因為人子不是來受服侍，而是來服侍人，並交出自己的性命為大眾作贖價。基督的福音。基督，我們讚美你。而家我哋開始舉行受與執事職嘅典禮，領受執事聖碟者請前來，留位結收時。最可敬的主教，慈母聖教會請你給我們這位弟兄受與執事聖碟。你知道他有資格嗎？經詢問基督子民及各有關人士的意見，我可證實他確有資格。